最近全明星选票，西部票王是库里，超过第二的詹姆斯五十多万张选票。詹姆斯此前已经七次当选全明星的票王，虽然说最终不知道他能不能反超库里，不过詹姆斯还是了表态，他认为湖人能够取得目前西部前八的战绩，都是因为他这个三十七岁的老将，而勇士能够取得联盟第一的成绩，库里更多依靠的是队友。 我今年已经三十七岁了，但依然是湖人队最稳定的球员。而勇士队除了库里以外，很多人都能提供给球队帮助。库里有几场表现不好的比赛，但他们依然轻松获得胜利，维持住联盟第一的成绩。我也同样有资格获得票王。 这番言辞相当的詹姆斯。詹姆斯对自己的夸赞一向从不吝啬。此番如果他失去票王，那么记录也将被中断，因为他已经三十七岁了。如果本赛季无法获得票王，以后也更难，很有可能将不会超过乔丹。